家好，我是 Miss Makeup and Beauty 的 Becky。 其實我接觸美容行業已經有差不多四五年時間了，遇到最多、最普遍、最常見但是又不是那麼易搞的問題呢，即譬如好像想毛孔小一點、收毛孔、黑眼圈、斑、印、一些反反覆覆的暗粒暗瘡、都很多人有這些問題的，但它都不是那麼易搞的。而市面上呢又沒有什麼一些話，譬如可能一樣又解決了我剛剛所說的問題啦，譬如好像粒洞這些都難搞的嘛。市面上譬如說有這些產品啦，但是有多少款真的 work 呢？還有有些就算真的 work， 但是價錢相對來說都真的比較貴的咯。最近呢我就用了一個家用的、光學儀器啦，它配合了一個最新的技術啦，就是 laser 加冰就可以解決了我剛剛所說這些頑固的問題咯，還有它一樣就已經可以搞定了，還有重要功效是很快就見效。我自己第一次用完是明顯半邊面，做完半邊面是明顯半邊面 firm 了和瘦一點，而個黑眼圈是淡了很多咯。之後我的女生都說哇好明顯咯，真的。咁紅色咧就係專做 performing 啊、提升啊、紋啊、黑眼圈啊，咁同埋如果係譬如有時水腫啊、想瘦面啊，咁之後我通常都會用呢一個咯。咁佢個功效係，如果只要你做一分鐘做半邊面，你係完全見到兩邊面係即係差別超大咯。咁所以呢一個咧，佢功效真係快嘅。咁譬如如果譬如有時敏感啊、想收毛孔啊、陣陣皮膚啊，咁藍光就會好啲啦。咁譬如 for 啲有暗瘡性嘅皮膚啦、有暗粒啦、有發炎啦，咁同埋有啲斑啊、印啊，我都會建議用綠色嘅。咁其實有時可以譬如我自己就會譬如頭三分二係用紅色啦，譬如有時爆咗一兩粒瘡嘅時候，就重點照啲瘡嘅位置咯。咁唔知你最近有冇睇新聞啦？咁原來發明藍光嗰個科學家咧攞咗諾貝爾獎啊，咁證明呢個科技咧已經係備受肯定噶啦。咁 Bar and Ice 咧，我就係配合Intelligent Nutrients 呢個plant stem cell 嘅精華一齊去用啦。咁其實佢係一個基底液嚟嘅，咁同埋咧，佢淨係呢支精華咧，自己本身已經可以做到收毛孔啦、凹凸洞啦，同埋去啲譬如眼周嘅幼紋啊、缺水紋啊、斑啊、暗瘡啊嗰啲，其實全部都好好咯。因為佢入面咧，其中一樣係用咗絨花嘅植物幹細胞去做嘅。咁其實幹細胞係乜嘢咧？幹細胞咧就係咧佢可以咧複製你一啲好嘅細胞啦，咁去翻你皮膚度將啲唔好嘅細胞都變翻好咯。咁所以佢已經唔係最基本話幫你保濕啊、美白等等咯，佢係幫你皮膚的細胞全部做翻好，解決曬你所有的問題咯。咁同埋咧，因為其實咧，呢個係 100% organic 嘅，咁佢係 100% 天然有機啦，絕對冇落化學成分嘅。Bio and Nice 係可以將養分打入我哋皮膚嘅七層嘅。咁如果唔用有機嗰啲啦，用出面一啲可能有啲化學成分噶啦，咁佢就會將啲化學成分啊、防腐劑咧，都踏入我哋皮膚七層咯。咁同埋我哋亞洲代理嗰邊啦，做曬 research， 做咗好多 studies 啦，咁就證實咧呢一個係最安全啦，同埋最有效，因為同埋佢 cover 嘅 function， 佢即係佢自己本身嘅功效係最多嘅，咁配合埋光係更加好咯。咁我自己就覺得咧，呢一 set 嘢咧，真係個個都值得擁有一套喺屋企看門頭咯。因為譬如有時你想，其實有時有啲 party 或者你想靚啲咧，其實咧用紅光咧係即時即。只要你兩分鐘的時間，你就明顯見到個效果㗎啦。咁譬如有時有啲敏感啊，或者係爆瘡的時候，又可以用翻藍光、綠光喎。咁同埋佢價錢都唔貴咯，佢比起市面上嗰啲，而且佢有咁多 function， 同埋又搞到啲頑固嘅問題啦。咁而家咧，只要你 like and share 呢個 video 啦，咁就有機會得到我哋 IN 呢個 plant stem cell 嘅基底液。